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有，他铺成天上的云彩，但是他却关心我们每个人内里的需要。让我们今天透过敬拜更多的来回应神，他是怎么样满有慈爱满有怜悯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手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地上苦痛。你供应审判万民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次怜悯，一再次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紧捧握在手掌心上。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手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地上苦痛。你供一生盼万民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次来电，一再次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紧捧握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万有尊贵的神，我们赞美你。万有尊贵的主，我们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这样大有能力，主啊，但是你却愿意为了我们降世为人，愿意为我们受这个过犯跟被罪孽压伤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
让我们的心更深的来知道，来仰望万有的主，请为我们受死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主，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学习这样的感恩，来回应你的爱，来回应你的恩典，来回应你的救恩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将敬拜、祷告、赞美、感谢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宝贵得胜的名。阿门。弟兄姐妹平安。愿今早上帝的爱再次厚厚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，让我们经历他的爱，使我们里面生发出力量跟对他的回应。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神的话这么说：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灭黑暗，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上帝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。上帝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上帝他极美好的创造。我相信在我们的身边总有一些朋友，他们是3C 达人，特别是有一些人，他们对于苹果的产品是忠实的粉丝。每次只要有什么最新的科技要上市了，他们都会用那个最快的速度来取得。每次我们看到这一些最新的设计跟发明，真的是会让人眼睛为之一亮，赞叹这些设计师，赞叹这些发明家他们的创意。然而我们也会感谢他们的贡献，带给世界这个整个创意跟便利。弟兄姐妹，但是当我们好像每次走到户外去踏青走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会有相同的感受。当我们好像站在那个山林间树林超过1000年的神木群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会感觉到人是何等的渺小。每当我们走到户外，抬头一看，看到天上的云彩，每一个时候都长得不一样，它变化无穷。天空它的颜色、它的色泽也是多变。每次看到这样子，好像受造物的伟大的时候，我们也看见，我们总会赞叹那位造物主上帝，他是何等的伟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上帝他在创造世界的时候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上帝创造世界，他是非常讲究的，每一样的设计都是那么的独特，充满了意义跟价值，而且是井然有序的。我们看见创世纪的开场，我们便窥探到上帝他的创造是如此的美好。我们每次见到这样子伟大的创造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很自然的向造物主发出我们的赞叹、敬畏跟感谢。弟兄姐妹，到底世界的起头是怎么开始的呢？过去有科学家在表示说，世界的开始是在138亿年前一个宇宙砰大爆炸所出来的。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圣经却告诉我们世界的起头是上帝，创造的源头是上帝。圣经就说起初上帝他创造了天地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相信上帝 创造万有，上帝是那一个世上至高无上的创造者。这一个创造在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叫做 bara， 这个字呢在圣经的里面是专有名词，是只能给上帝所使用。人中文说创造好像神可以创造，人也可以创造，但是在圣经的原文，这一个字是专属上帝所使用。人如果要用自创造这个字是不能用，人只能用制造或者是建造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是人只能够从已经有的上面再加以发展、加以改变。
因此从圣经的角度里面看见，神是那一位至高无上绝对的创造者，因此人应该要学习敬畏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人是犯罪的人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是因为神的爱借着耶稣使我们的罪洗净了，我们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因此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应当要敬畏，好像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跟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我们看见起初是上帝创造了世界，并且神的灵也运行在水面上，当神的灵运行的时候，就带来了改变跟更新。我们看见创造的起初，地的状况是空虚混沌，渊灭黑暗，地是一毛不拔的，是荒废的，是无人居住的，甚至是黑暗覆盖在深渊之上。然而起初是这样子的混沌，就在神的灵一进来的时候，神的灵，那个灵好像是风，好像是气，运行在水面上，在那个水面上盘旋，好像富裕的时候，神的灵如风似气的运行，神的灵来表示神的同在在当中，就让一切有了意义，有了次序，使黑暗混沌有了光明，得以就绪。然而神的灵来了之后，有了次序之后，神开始用他的话来创造世界，神用他的话语当作工具来创造世界。神说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的话成了创造的工具。因此我们要说，神的话极为宝贵，好像诗篇诗人所说的，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了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创造的源头是上帝，他的灵充满，以至于一切都更新有次序。神的话一说，什么东西就都被建造出来，有力量的被建造了出来。然而我们看见神创造了一切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神创造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你，就是为了我。我们看见第六节经文说，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也将水分为上分为下。我们看神创造世界的六天，他头一天创造了光，使我们有光可以照亮一切。第二天他造出了空气，让水分为上跟下，空气出来了。第三天他让旱地出来了，使得青草菜蔬果子结果子的树木也都出来了。第四天他造光体，命令他去管理时间，管理时令。第五天他也使海中跟空中的 生物都出来了，而且祝福他们能够生养众多。第六天他在陆地上造动物，也造了人出来可以管理这一切。然后第七天上帝就安息了，让大地都安息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上帝造了这一切的目的为了是什么？我们想来想去，以这个次序来看，真的就是为了最后一个被造出来的人。我们看见这个创造的里面有阳光，有空气，有水，有青草，有菜蔬，有结果子的树木，这一切，这一切不都是为着人的需要吗？神造这一切他都说是好的，然而他最后造了人之后，他却说这一切都是甚好的。弟兄姐妹，仔细想想上帝的恩惠，我们真的要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因此我们看见诗篇139篇，诗人就说，为了你所做的一切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，是我心所知道的。弟兄姐妹，上帝造着万物为了你，为了我，我们不得不向他发出最深的赞美、感谢和敬畏。
弟兄姐妹，今早我们要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来祷告，每逢我们观看神所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我们便觉得自己渺小有限，不禁要对神发出那个赞叹敬畏跟感谢。今早让我们向这位伟大奇妙的神来感谢，他是使无变为有的永恒主，我们开口来感谢他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每逢我们看你所造的一切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真是说，主啊，你配得，你配得，你是荣耀，你是尊贵。主啊，我们要将颂赞哀戴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我算什么呢？主啊，我算什么呢？主啊，我就是要单单来到你的面前，呼喊说，阿爸父，我爱你，我爱。归荣耀给你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主啊，当我们更多看见这个宇宙的奥秘，主啊，看见这个天空的星辰，还有你创造宇宙万有，我们的大地，主啊，看见这一切，我们就被你的伟大跟你的爱所震撼。主啊，从起初你就用你的话说要有光，主啊，从你的话当中，主啊，这个世界就诞生了。我们不仅看到你的能力跟智慧，更感受到你在铺陈这一切当中你对我们的爱，主啊，因为这一切的创造极为美好，你为我们预备了生活的空间，让我们可以享受在这一切的大自然的恩赐跟奥妙之中。主，我们称谢你，因我们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是我们深深知道的。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每天活出感恩、珍惜跟敬畏的心。主啊，因为这一切都从你而来，而你是源头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上帝啊，我们看见你的创造，诸天是借你的命而造的，万象是借你口中的气而成的。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你的筹算永远立定。上帝啊，你的眼目也看顾敬畏你的人和仰望你慈爱的人。主啊，我们要说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，成为一个仰望你的人，因为我们的受造的目的是为了要来敬拜你，存着感恩的心。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向神发出极大的感谢，我们原本不过是尘土，他却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把我们造出来，并且乐意向我们吹气，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，有意识，有气息，有从他来的智慧，能够生养，能够治理，这真的是太奇妙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向他发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向我们吹了一口气，谢谢你把那个管理的权柄给我们，谢谢你让这世界一切主啊都成就了，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有你的旨意下活着，这真的是太奇妙了。主啊，我们要来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要来感谢你，谢谢你耶稣，赞美你耶稣，主啊，你是造物主，主啊，我全心全人都属乎你，我是属你的，我是属你的，我是属你的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我们既然蒙你的眷顾，我们不得不献上赞美。是的，以你赐给我们的尊严和责任，让我们更懂得你造人的目的，也懂得欣赏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作为。主，我们要称颂你的至圣尊名，愿你的名在全地是被尊崇被高举。谢谢主，你造了我们，赐给我们荣耀和尊贵，甚至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拣选了我们，成为主你的儿女。是的，耶稣，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来荣耀你，因为你先荣耀了我们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而且爱我们到底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，是的，我们谢谢你爱了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向我们的里面吹气，就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称我们是上帝的杰作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我们里面都有一块属你的那个荣耀。主啊，你把自己的形象放在我的里面。主啊，因此今天，主啊，我们要再一次对自己说，是的，我有上帝荣耀的形象，我们不要再小看自己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你也要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在耶稣基督里重新来塑造我们。主啊，塑造我们不像过去的老我而活，主啊，而是向着基督而活。主啊，向着标杆来直跑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重新塑造我们的
性格品性更加像你，主要使我们可以来完成主要你召我们在这个世上要来完成的工作。谢谢主，让我们活出你荣耀的形象，主要能够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来祷告，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，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罗马书跟我们说，是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是眼睛不能见，但见的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哦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，主啊，你作王直到永远，主啊，我们看见你的神性，你的永能，主啊，是我们明明可知的，虽然我们看不见，但是我们在万事万物上面看见神你的奥秘。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，把荣耀归给你，把荣耀都归给你，你是主，你是王，我赞美你。父神，我们仰望你，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，但透过你的创造，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你。你不仅是宇宙的创造，你更是我们的王。主，我们要更多开口为那些不认识你的人祷告，求你让他们能够透过万有看到你的创造，认识到你是万有的主宰，让他们能够归向你，做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上帝啊，诸天述说你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你的手段。上帝啊，虽然我们碰不到太阳，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太阳的温暖。虽然我们看不见风，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风的吹向。主啊，就如同你，我们虽然看不见你，但是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。你在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你在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需要。上帝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永远没有改变。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，你是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的上帝，谢谢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极美好的创造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你的爱，主啊，在这个万物的上面就看见主啊你的智慧，主啊，因此我们要再一次的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希望